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云熙。圆滚滚的国宝大熊猫，人见人爱。我们如此重视它们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动物界的颜值担当，更因为保护大熊猫和它们的栖息地就像撑起了一把大伞，同时也保护了与其共生的金丝猴、朱鹮等珍稀动植物，进而保护了生物多样性和森林、湿地等生态系统。人类呢，也从中受益。现在野生大熊猫只剩1864只，仍然需要我们持续的关注。地球一小时来临之际，在新浪新闻和 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为地球发声，关注生物多样性。